辉在哪儿呢？陈世杰他没有死，你快去抓他，他没有死。我没有报警。陈警官在哪儿啊？前天晚上陈警官和陈世杰去世了。高老师，我的名字叫风萧生。陈世杰回来了，他来找我了，我能感觉到。规则很简单，没有反抗就没有伤害。我给你准备礼物。乱报了警，还把我的样子告诉了警察。我就是想看看你是怎么睁着眼睛说话，给我往里关。记住了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你要好好的活在我的地里。我赌不起，希望你高抬贵手。